色在茶的众多风味中常常处于不受待见的地位，因为色令人难以下咽，所以厨师往往也会使用味道平衡作用来消减色味的强度，以达到一种和谐的滋味。这个地瓜的皮我们已经刷得很干净，所以你直接切一小块，沾着那个茶叶呢，一起放进嘴巴一起吃，所以你可以吃到那个茶的香气。那个地瓜的那个甜味有综合到那个茶叶的那个苦涩味。对，有几个原因，为什么你这个茶不苦涩？一就是我没有把茶叶泡在水里，把它里面的物质全部释放出来。我只是撒一点点水，最主要我的目的是要把茶的香气呢放出来，而不是把苦涩的物质给放出来。然后地瓜吸收了，本身地瓜还是带甜味，它也会掩盖掉部分的那个味道。所以我单吃那个茶叶，苦涩还是在的，只是挺好玩的一个搭配。